我想他是非常非常少数会觉得没有做很多东西，没有很刻意，你还是会觉得有故事，有东西的演员。他有办法在荧幕上传达一种很特殊的魅力。Action！ 我很希望能够在他的每一个阶段去捕捉到一些只有那个阶段才会有的特殊的。我不晓得经过10年后，也许他演出的更成熟、更经验，会不会有像第一部合作那样子的东西？是啊，也许 maybe 有些 moment， 有些时刻你来看会有一点粗糙，但那是真情流露，你知道，知道你可以很可以在大荧幕上去感知到那一点。当那些粗糙都没有了以后，一样真情流露，可是你也许你会丧失掉一些什么，也不一定。